中国女足最刺激的大逆转诞生，万万没想到，第一功臣又是女梅西。今天带大家看一场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的对抗赛。这场比赛韩国队在场上发挥得非常好，一度领先于中国队，韩国队以为赢定了，万万没想到中国队在最后时刻上演了大逆转，对方教练都懵了。110分钟，王珊珊路边突破后小角度射门，角度太正被对方门将给没收。最终比赛结束，中国队以4-3的总比分赢下这场比赛。